我现在在去泸沽湖的路上，外面雨还是很大。即将经过事故多发路段，请谨慎驾驶。有雾灯吗？大灯雾灯在开车，一直晃。刚才塌方，所以道路封闭了。现在是交替通行，超危险。这里是泸沽湖风景区，检票站。这里要查你的健康码和行程码，然后在这里买票。来到了泸沽湖游客中心，好冷啊，好冷好冷。开了将近4小时的车，我们终于快要到了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泸沽湖，我在的地方就叫泸沽湖观景台。这个我相信下去之后呢，住了这个湖边的酒店之后，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全景了。然后这个地方现在看上去云雾缭绕，有点像中国的山水水墨画一样。大家看一看，
特别满意的房间。对，房间还是比较满意，这个景色也相当的棒。等一下会拍一下，待会来一个room tour， 对啊，那个叫 room tour， 还也不错，玫瑰花茶非常香。这酒店还是不错，感觉就是很休闲的那种，还是淡季，淡季。这次订了一个它的loft 的一个房型，门口有一个小庭院。打开进去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巨木投影沙发都有，还是不错的。卫生间、楼梯，上面有个大浴缸，躺椅哦，还有一张大床。把灯打开看一下，外面看得到湖景了。湖啤酒，泸沽湖的当地的啤酒应该不错，我们今天要尝一尝。对啊，试一下吧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